Audio Jungle。大家好，我是美美，非常高兴能在美国西部犹他州的首都盐湖城向您问好。来到盐湖城，怎能错过盐湖城的历史名胜古迹、世界级的自然历史博物馆、各式各样的购物中心和城市生活呢？首先展现在您眼前的是犹他州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——盐湖城圣殿广场，位于盐湖城的中心，是世界上最大的摩门教圣地。在这里，您可以了解到盐湖城的历史，体会到平静圣洁的气氛。圣殿广场的游客中心均有普通话和粤语解说员。圣殿广场里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圆顶建筑——盐湖城大礼拜堂，它是摩门教唱诗班的家园。这里您可以听到一个宏伟的由11623根音管组成的管风琴交响乐。